怎么样，满意吗？还行吧，人长得漂亮怎么样都好看。是是是是是。多少钱？200块。哎，走吧，收钱。慢走啊，下次再来啊。你要是漂亮，我不得试试一试啊。我妈是贵妃。哎，儿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好在郊区办事儿，顺道过来看看你。怎么样，生意好吗？挺好，挺好的。来。主要是因为地段好，这附近有不少的居民区，许多住在这里的住户啊，都来这里做头发。那看来，儿子给您选的地方不错，生意好，您就开心，您开心我就满意，也算是给您完成了一个心愿。儿子啊，这是妈妈这一辈子收过最称心如意、最难忘的礼物了。你真的很知道妈妈要什么吗？真的。妈妈的心，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您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成人，我现在做的这些，那算什么呀？儿子，看到现在你这么的优秀，妈妈过去的委屈和一切的心酸，都值得。把眼泪吞进去，我们现在应该开心点。来，走。儿子啊，林家不知道你给我开店的事儿吧？不知道。那好，还是瞒着点好。妈，其实现在也不用这么谨慎吧。我在林氏工作了这么多年，也有自己的积蓄，我拿自己的钱给我妈开个店，那不很正常吗？不，还是谨慎点好。一来我不想让林天成他怀疑你，另外一方面啊，我就是不能让林家小瞧了你。他们家仗着财大气粗，总是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，我就是不能在气势上输了他们。好，妈说了算，妈怎么开心我怎么做。儿子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一丝的动摇，一丝的犹豫啊！林氏能够有今天，难道是林天成一个人的功劳？不说多年前你爸爸为公司打下的基础，就说这些年林氏发展的这么快，就是因为有你在出谋策划。凭什么让林天成一个人坐享其成？凭什么让他那个不懂事的儿子趴在你头上？我知道了，妈，放心吧。儿子，你永远要记住，林氏集团应该是你的。我们现在只是把属于你的一切给抢回来，那么过去我们所吃的苦都不算是苦。对了，那天我见了多美，我看她还是那么迷迷糊糊的。挺好，找了这么一个犯傻又有钱的老婆，这是天意。可是我提醒你哦，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要么赶紧生个孩子，转移一下林家的注意力；要么干脆就不要生，免得留下后患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天哪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妈，我临走之前嘱咐你了，你都听到哪儿去了？哎。那么多的词儿，那么多的动作，我能记得住啊，就已经非常好了。我刚刚那个演出啊，就差那么一点儿就达到完美了，你还要求那么多，真是的。姐，你是怎么搞的？那么丢人的事情，怎么偏偏被林多美碰上呢？倒霉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你们知不知道，
我为了今天的事准备了多久，计划了多久，现在可好，一切都全部都被你们给毁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是嫁不进去林家，你们也别想过好日子。我怎么了？你在怪我们呢？你应该怪你自己啊！说什么是富家女，出身好，家底厚啊？哎，你呀，你想过没有？你撒一个大谎啊，要撒十个大谎也圆不回来的啊！我们又不是专业演员，我要是的话，我就可以去拍戏了，我还在这里受你的气呀？你以为我存心想骗他们？我要不是当时怕他们瞧不起我，我也是一时冲动才会这么说。你们以为我不担惊受怕吗？你以为我不想跟多俊说实话吗？可是以我的家世，林家他们能接受我吗？那现在这样更好嘛，大家都不用担惊受怕了，你就好好做你的文心，别幻想当什么灰姑娘了。姐，我难道要像你一样一辈子待在家里吗？我，你在说谁呢？你是咒才一辈子待在家里是不是？再说这个家有什么不好的啊？你别忘了，你呀，是我这十多年来在叶家辛辛苦苦做小时工啊，把你这个非亲非故的丫头养大的，我这还没让你报我的养育之恩呢，你倒先嫌弃起我们家了，还想嫁入豪门呢？哼，也不称称自己几斤几两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怎么了？你说的太过分了。别说，我文心不会总这么寄人篱下，我欠你们的，我一定都会还给你们，然后永永远远离开这个家。你如果想离开的话，现在就走啊！你没有嫁进林家之前，还不得先赖在这里？哎呀，妈，好了，别说了。还摔东西！你给我出来，出来啊！妈，可你刚刚确实……确实什么呀？啊，他逼我的，我们才犯那么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的小错误，他就咄咄逼人的，真是的。妈，可这个事情刚刚确实是我们搞砸了呀。我们哪里搞砸了？我们是把他给惯坏了啊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妈，你没发现文心变了很多吗？我觉得他现在的心吧，就跟那麻花似的，拧巴的厉害。这将来呀，肯定会出大乱子。你同情他？你担心他？他会领情吗？她是我妹妹嘛。本来呀，是想显得体面一点，啊，想不到穿了她一直在冒汗，都是你害的。哎，我看呀，这嫁入豪门啊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容易的话，我就嫁进去了。那我是不是就有很多金库啊？妈，你这肩膀不好，平时呢要多做运动，不能总是坐着。这大多数的颈椎病啊，都是做出来的。妈知道，妈这肩膀是老毛病了，不是一两天就能好的。叶太太，叶太太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来了？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好东西啊！我看过说明书了。说是专门给那些颈椎病啊、肩周炎啊特别定制的衣服，特别有疗效，所以我就拿给你了。杨阿姨，你这衣服是哪儿来的呀？就是送给太太的了。淑花，你干嘛这么破费啊？这家店的衣服很贵的。其实也不是花钱买的，朋友送给我礼券，我就用礼券去换的，没花钱。那你自己留着该多好啊。杨阿姨，你这位朋友的名字叫什么呀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哎呦，我都给忘了。哎呦，我去做饭了。兰迪呀，你为什么这么追问杨阿姨呀？你看，把杨阿姨都吓坏了。没事吧？那鱼别买太大的，多买几条。哦，行。多美，王阿姨，妈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我报了烘焙班。什么烘焙班啊？就是上次给我哥买生日蛋糕那家店办的。
我想学做糕点啊、面包什么的，那可是最好的，一对一手把手教呢。到时候呢，您过生日或者我们家人过生日，我就可以亲手做给你们吃了。我要朝着贤妻良母发展。要做贤妻良母，不是只会做蛋糕就行，还得赶紧啊生个胖小子，不然你婆婆也不会答应的。妈，我还年轻嘛。等等，爸，你还年轻，爸可不年轻了。我知道了，好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得快点走，不能迟到。老爸，嗯，拜拜拜拜。妈，嗯，走了啊，拜拜，嗯，拜拜拜拜。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怎么想的。哎呦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嘛。哎，我们只能提醒提醒，没法强求的。好了，我到公司去了啊。啊，这大周末的那要上班啊？你不是说要抱孙子吗？嗯，我总得帮小飞腾出点时间吧。好。走了。要吃了没啊？啊，吃了吃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儿子，你永远要记住，林氏集团应该是你的，把属于你的一切给抢回来。少飞，爸，怎么了？想坐这位子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是，我在欣赏你。哦，对了，爸，这个椅子我觉得有点旧了，坐了不舒服。我们百货公司有个口碑很好的商户，做的天王按摩椅很舒服。他这个高科技的按摩啊，跟人手按摩一样，你要是觉得累了，我给你弄一台，缓解你的疲劳。好吧，那就换一台吧。哎呀，最近坐着坐着，肩膀老是疼，辛苦你了，这么费神。谢谢。不过，是男人就应该有点野心。有句话说了，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，绝对不是好士兵。
我希望你跟多军能加速成长，毕竟林氏集团终究要交到你们手上的，别让我失望啊。放心，爸爸，我跟多军一定会努力，不会辜负你对我们的栽培。不过您永远还是我们的掌舵人。你们让我都很放心，尤其是你啊，你的父母都是我的故交，我呢是从小看你长大的，你得继续努力啊。我知道了，我是来拿大华的合同的，下午有用。我昨天晚上带回家看了，忘了带出来。如果你急的话，不如这样，你回家取一趟吧。没事，我会处理的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小董，帮我去奥盛订一台按摩椅，要最好的，放到董事长办公室。你好。你？怎么会是你啊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知不知道很疼啊？你这个人，明明是你撞的我，怎么成我的错了？我在这看蛋糕，你干嘛要凑上来呢？我以为你是学员，所以过来问问你。倒是你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干嘛要找你啊？我躲你还来不及呢。那倒是真的，你把我东西弄丢了，当然心虚不敢见我了。谁心虚了？你为什么穿着这个衣服啊？我在这里工作呀。工作？你该不会是这儿的老师吧？你不会是？不是吧？我很希望不是。我可以反悔吗？反悔？是谁说的说得出做得到？看来说得出做不到是您的一贯行事作风啊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放心，我欠你的我一定会偿还，只是最近我忙我哥的婚事给耽误了。如果不想还的话，道个歉我完全可以接受的。道歉？我凭什么道歉啊？为你做过的若干错事。我做什么错事了？你需要我给你一一的？停。好女不跟男斗，反正我说到一定会做到，你就忘了道歉这两个字吧。既然你这么坚决的话，那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一个星期之内我再见不到我的衣服，那你就乖乖的道歉吧。就你还烘焙老师呢？如果老师都像你这样，国民的素质多令人堪忧啊！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我已经交了学费了，我就忍着。请注意你的言谈举止，我现在是你的老师，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你的老师，如果你不乖乖听话的话，小心我随时可以把你给逐出师门。逐出师门？你以为你练葵花宝典呢？以后呢，我就用我广阔的胸怀来包容你，理解你。未来上课的日子呢，期待着吧。多俊，爸，你要出去啊？不在家吃饭吗？不了，我晚饭约了文清。怎么又要跟他约会啊？妈的话你都不考虑了？妈，您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？我要娶的是文清，又不是他们家。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你的感受，所以我才要你们分手。你不知道生活是什么，生活不像恋爱啊！你以为光亲亲我就够了？哎呦妈，我一向那么开明的妈怎么了？您不是一向不讲什么门当户对吗？您看多美和孝妃，当初您也反对，现在人家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过得挺好。
那还不是因为我能忍。为了多美的快乐，我这做妈的什么都能忍。不过孝妃还算识趣，她知道以她的出身就该知恩图报，老老实实的为我们林家出力。索性我也就不跟她计较了。妈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那多美和孝妃过得好，不就是咱们最大的幸福吗？我知道您盼着儿子幸福，我现在真的很幸福，而且我保证，我和文心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，您就放心吧，啊。怎么我说的话你就是不肯听呢？难道妈会害你啊？你说你现在过得很幸福，这我相信。可是恋爱和结婚这是两回事儿。怎么就是两回事儿呢？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可是结婚不一样啊。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。我一想到他的妈，我就……哎呀，又是他妈妈。妈，您现在眼里已经完全没有文心了，全是他妈。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我就不相信那个家庭会教出多好的姑娘。她妈妈那样子，以后她迟早要暴露的。妈，人家也没问我们要彩礼，这样的人家能有几个？她妈妈分明就希望文心好好跟我们过日子，对咱们无欲无求，咱还有什么顾虑的？再说，文心那么通情达理，您也是看在眼里的，怎么能因为不喜欢她妈妈就连累文心呢？万一他表现出来的都是假象呢？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妈，那您要是这么说，那我真没什么可说的。要么我就一辈子谁也别相信一个人过，要么我和文心搬出去住。哎，这。妈，我陪客户吃个饭去。哦，少喝点酒，早点回来啊。依琳，芷涵，你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你。你过得好吗？挺好的，我已经订婚了。我结婚了。
西。挺好，能看见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之寒，我已经订婚了。我结婚了。想什么呢？你怎么哭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哭了。是不是后悔要嫁给我？没有。我听说女人在结婚前的情绪都会很不稳定，因为马上要开始一段完全没有把握的新生活了嘛，可以理解。但是文心，请你相信我，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我相信你。所以我现在正式的请求你，认真的考虑我们结婚的相关事宜，晚上回去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啊。会不会太快了？哎呀，我一刻都等不及了。必须马上把你变成我林多俊的，看你就跟小孩一样。我不管，我就和咱妈好好商量商量吧。我跟你说，结婚要准备的东西很多的。宝贝儿，干嘛？我的副卡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拿去给自己买点好吃的补补。我可不想娶个弱不禁风的林黛玉。这卡我不能要。为什么？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因为你马上就是我老婆了呀。你是娶老婆，又不是买老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觉得你都要嫁给我了，我应该表示一下嘛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我要的不是钱，是心。我知道你们家不缺钱，但是为了我，你还是把这张卡收下吧，因为你只有收下这张卡，我才会安心，才会真正的觉得我们是一家人。可是我总是丢三落四，万一给你弄丢了怎么办啊？再说了，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花销啊。这样，这张卡呢，你就先暂时替我保管，等到我需要，我再问你要。嗯。好，那你记得问我要。嗯。我老婆最好了。老公啊，你猜我的烘焙老师是谁啊？嗯，谁啊？就是那个倒霉鬼叶南迪。哎，你说最近奇怪吧，我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他，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孽缘啊？我想学门手艺吧，他都要半路跳出来让人不舒服。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最糟糕的是啊，我要当他的学生。哎，你说以后他岂不是更要明目张胆的嚣张了？老公，他以后要是欺负我怎么办啊？哎，老公，听没听我说话？你说怎么了？你在想什么呢？都不听你老婆大人说话了。我没想什么。分明就是有心事。什么时候对我有秘密了？快告诉我。好，老婆，我告诉你。但是你别介意啊。什么事这么神秘啊？算了，遇见旧情人的事儿不能和老婆说。老婆。嗯。我爱你。神经。实在是长得太缓慢了，够了，王琛长得太。
好奇了。你看，你看现在这些相亲节目啊，就能知道现在的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就喜欢那种像金刚葫芦娃里的蛇妖那样的，搔首弄姿的，你多难看。妈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现在这些男的就喜欢像这样的蛇妖。哎，但你别看这些女的在电视上光鲜亮丽啊，回家卸了妆，拍个照，贴门上辟邪。说的也是啊，你说咱们母女啊，哪个比不上别人呢？啊，就说你妈呀，在家里外头那可都是一把好手。我做小时工的那个叶家，叶董事长，不是我做的菜，他是绝对不吃的。妈，那我们也加油呗，今年一定让我们嫁出去。好。妈，你就给我一些钱，让我包装包装自己，我给您钓个金龟婿回来啊！去死吧！啊，把钱给你包装，我还是包装我自己吧。我钓个有钱的老头回来，我还用指望你啊？妈，其他的事情我都已经搞定了，你只要给林家打个电话，这门婚事就能成，不仅能成就我，你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攀上这枚富贵亲戚。哎呀，文慧，这门亲事呢，我咋想咋别扭。你说这个骗婚的，算不算是诈骗呢？啊？哎呀，我把人家养那么大，还没享过一天清福呢。可千万别连累我吃牢饭呐！就是啊。妈，拿着这些钱去买点定心丸吃吧，再跟姐逛逛街，买几件像样的衣服，这下总能放心了吧？放心。文心，从哪儿来那么多钱呢？这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下血本了。哎，对，咱们呐得拿支笔。把所有该说的话、该记的事情都给他记下来，免得呀，咱们把事情搞砸了。咱们呢，还得靠着这棵大树乘凉呢。不用了，我都已经写好了。妈，你背一下吧。啊？又背啊？背。最近呢，我们家在澳洲又买了两块陈皮。不是地皮。我得尽快回去安排工作。再回国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所以我希望文心在这半个月之内完婚。什么？半个月？是啊，文心，你直接当编剧得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这回你们可别演砸啊。放心，这有钱呢，能使鬼推磨呀。妈分给你啊，给你100块。喂，亲家母啊，你好。什么？婚礼在半个月后举行？哎，不行了，亲家母，你听我说，这婚也太仓促了吧？而且这毕竟是我儿子他一辈子的大事儿哎。好，那你得告诉我你那边来多少人，我得准备酒席还有接待呀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哈，他说他找人去看好了黄道吉日，这婚礼就在半个月后举行。真的？我哥一定开心死了。这总归是喜事嘛，早办完大家好省心嘛。嗯，爸说的对。哎，满打满算半个月时间，这未免太紧张了吧？不紧张。妈，这些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交给我跟笑飞去办就好了。咱们家又不需要什么家具，到时候给哥添个梳妆台就行了。你说对不对啊，爸？对极了。哎，妈，他们家来多少人啊？他说了，
说什么他移民的早，在国内没什么亲朋好友，所以一切从简，到时候呢就他还有文馨的姐姐两个人来张罗婚礼。这也挺好的嘛。哎，说实话，文馨确实挺可怜的，从小就没了爸爸，等到了咱们家，咱们一定要好好对他，对不对啊爸？不过在婚礼上确实需要有个父辈牵着文馨的手，把他交到我哥手里啊。他说了，说文馨有一个舅舅在外地经商，所以到时候呢也会回来参加婚礼，代替爸爸的职责。这样也行。行什么行啊？啊，我总觉得哪不对劲嘛。哎呀妈，你就不要乱想了，哪里不对劲啊？多开心啊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哈你你还帮腔。哎呀妈，多好的事儿啊，现在我们应该着手准备一下婚礼的事情了。我真是太激动了，一想到这个事情啊，我就要开心的疯掉了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。淑花啊，太太把这个带去吧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送我们的款式不太合适，有两个姑娘，你看她们谁穿合适。太太，送你这衣服的人没长眼睛啊。哎呀，这种衣服您怎么能穿呢？谢谢了啊。你忙，我看南迪去。哎，试试看好不好看。哎呀，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左右右右右，前后右右右。上衣牵引颈椎，下裙缓解关节炎。老婆，你找什么呀？哎呀，还不是叶南迪订的那套衣服啊，真是烦死了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故意想整我呀？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那样的衣服存在。不要着急嘛，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。哎呀，烦死了烦死了，不找了，明天再去商场问问看好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把这套衣服还给他。你也不要生气嘛，首先你知道对方的尺寸吗？不知道，你个糊涂蛋，你不知道别人尺寸，你怎么给人找衣服呀？记住了，明天把人的尺寸要过来，我呢托我服装界的朋友也帮你留心留心，看看有没有这衣服。真的，哎呦，老公真好。哎，对了，老公，你说咱们俩都结婚这么久了，我肚子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着什么急啊？我们现在都还年轻，都是创业阶段，心里边不踏实。孩子，咱们过几年再要吧。我也不小了，再说了，早生晚早恢复身材嘛。你就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，你还在创业阶段啊？现在啊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为什么会心里不踏实呢？其实我很喜欢孩子的。你想啊，如果有个小孩，我们看着他一步一步的成长，真的是件挺幸福的事儿。嗯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时机不到，心里还是没有做好准备。男人怕生小孩，跟女人恐婚是一样的，都是某一阶段的心理，过去就好了。老公，我们真的要开始准备了。爸妈都开始催我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明天我去趟医院，看看有没有药调理一下身体，到时候你可要积极配合我。你都已经做好决定了，我只能是配合。但是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我很爱你，申宝宝，我怕你遭罪。真会说。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肉麻死了。肉麻吗？你不觉得肉麻吗？
肉麻吗？我错了。肉麻吗？我错了，不肉麻。你觉得肉麻吗？错了。南迪呀，南迪，南迪。妈，我洗澡呢。啊，没事儿，你爸开会还没回来，咱今天晚点开饭。你要饿了，先吃点水果垫垫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妈，谢谢。哎。我以为您下楼了呢，我正准备下呢。嗯，妈，你笑什么呀？跟妈说实话，是不是有女朋友了？妈，您说什么呢？哎，跟自己的妈妈还不好意思啊？我是说啊，那么多女孩的追你，你都没有动心，这回啊，终于有动心的人了。她是哪家姑娘啊？妈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。我现在真的没有女朋友。我有女朋友能不告诉您吗？嗯，儿子长大了，懂得害羞了。我不着急，迟早你会告诉我们的。一会儿下楼吃饭啊。快把你妈妈的衣服尺寸给我发一下，没有尺寸，我没有办法做衣服。这个女人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净给我找麻烦，又让我妈给误会了。有孩子的纯净，你呀。